康复中心我知道，特别难进。小梅，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。我是专业的医生，照顾你是我的职责。妈，红军他真不是那块材料，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，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。即使要从政，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，踏踏实实的工作。